我有试，我们之前有看过100人，100人会站到右边满满的，整个后面满满的，超棒，到100人。现在大概40个，40几个而已。我没有去南投啊。人比较少，为什么不敢来？什么意思？因为现在不需要拿水管啊。他盖小。佳慧，佳慧。哎。啊，搁第二句，啊，嘛是好食。每个人都说好吃。代代香菇买不到，可以来这边买啊。这是有一个代代香菇最喜欢的，两边都可以买啊。多少？可以包。用袋子，用袋子。人少。加热就可以了。海虾冰柜还有一箱，哇！一郎在那边直播。你不爱加、啊？你不喜欢吃猪脚、啊？别吵架，别吵乱讲，你两块钱我一块钱少了，别吵，能包了。看他有没有吃，吃啊。别吵乱讲，是啊，等你吃啊。你别吵乱讲，包啊，五包几条，五包，再别吵乱讲，包啊。要讲啥？容易狂讲。是码头吗？是码头吧？你进会长？这个猪脚很好吃哦。对啊，它现在比较高了。
加点两包酒给人，加两包烧饺，我把两包给加人，卖不开我把吃啊，两包两包人，他吃啊，猪脚吃的。两包多少就搞定，哎呀，怎么了？好在。好像进去也不也可以，好像，要了，哎，不好像用，不能包，能包了，能包了，一块不啦，能包，一块能包哎，能包嘞，能包哎，能包哎，能包哎，我跟他说一下，包好了，一百块包了，包一下包了，包，包不，要买不要就去买了啦，不要就输了嘞，能包不，包不，一块钱包，包了，包一下，包一下，哎不。包一下出来，几块块来是吧？几块来，几块来，十八，几块来，几块来，赶快，这场的收，转进麦当劳城，转进全都加拢，赶快，赶紧进去啊！再一百块，八块来哦。对，下礼拜二那个西屯的场哦，我要去直播哦，这样有点硬。你都不听哦，他不看我的呀，我听你的声音，我很没耐心。对，把两件包，一个件包，一个包的话，多少包了？哎，有钱人家不听声音，不听，没听的，那个是两块。你回家如果留意啊。我一天嘛，来找你800。来。对，星期二两场哦。对，确定是星期二。信我不喊了，要休息了。我知道。对啊，没戴口罩，我就叫他戴啦。西屯新场队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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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小姐，头刀也有冰箱，也有一箱。隔壁收播了，是哦。
今天乌日是我直播，没错。我知道变严重了，会保护自己。现在是几点？十点。两点，四个小时。进来的哈，刚进来，帮我按个按赞，帮我按到600个。我还差240个赞，快点！进来的一定要先帮我按到，先帮我按赞。大家熊早，赌会保大火地收播。因为胡博森明天要来乌日哦。找悠悠福哥。香娃娃早。从昆明早。快点哦，按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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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。给我一个大袋子，最旁边大袋子，谢谢。来，给你。黄英富 ，Hello， 张成军 ，Hello， 嘉宏 ，Hello， 廖立慧 ，Hello， 加入 Ben ，Hello。千宝妈 ，Hello。金木乳用煎的。金木乳我想要吃。我比较想要吃柠檬鱼。菜米豆子 ，Hello。对，明早在乌日哦，亚玛丽 ，Hello， 麦瑞蒂你好，星期二在西顿，对。对，5月18号开新场吗？5月18，礼拜二是5月18，礼拜二，对。三百了，你冲回来喽。五百啊。陈嘉伟啊喽。没有啊，俺们昨天来，今天来。昨天又买，投篮了，今天又没买到。俺们哪里来的？台北啊。嗯。啊呵，快点变暖，你变暖包厢。1、2、3、4都没有。都三十，昨天买的。五百了。500。对，这一次200，最便宜多。这赔，这是赔钱的。你讲啥物件？我你讲。
你家，你头家讲我要买鱼啊？你敢相信？你敢相信？明白？你头家讲，爸爸，我要买鱼啊，买两斤，你敢相信？阿公，你，你你讲啥？黄金机器，黄卫组长。那个那包是什么？什么？哪一包？黄色的。何首乌吧？对吧？何首乌啦，何首乌，何首乌，黄金机吧。真球打火机。几杯中招？对啊，今天有穿衣服。对啊，台北来的。东哥早。真的赚到了。这个各位，各位什么东西啊？别的不是菜哦，不会菜。那个我有买了，我说跟奶奶生妹妹，你不认识啊？我不认识啊。你个是实在哦。没，我照样照照样。怎么下来？这边要一百，这边要一百，真的有差、欸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才十点，对不对？现在才十点哦，那个市场已经没什么人了。等一下要切鲑鱼喽。各位下午新打港我直播、哦。我来看嘞。下吧。我可以下吧。别下来，你我把门洗掉了。别再砸到你了。
那个市场没什么人啊，整个市场，整个市场都没有人啊。台东防疫升级。黄藏龙你好。最烫的是这两个地方。